大叔，我问一下他要不要帮忙。大叔，啊，您是去哪里啊？上广州军区。怎么走路呢？啊，走了没钱了，家走。啊？走了没钱了，家走过来了。没有钱了。啊，家走过来了。有什么现在？不是我看你走路啊，看你要不要帮助一下，有没有需要帮到你的？不用帮了，没事。我从河南打到湖北武汉，从武汉过来了。武汉走路过来的？啊，不会吧？可不是，走3公里的现在。走了，那走了多久啊？走俩月。我说你走了，走到这里多久了？有俩月了。两个月。啊，两个月走了有。两个多月了。你是去找人吗？可不是啊，上部队还去调那人。你要是弄啊，有吃的锅的吃够了。吃的是吧？啊。喂，我们带他去找点吃的。那我带你去前面镇上面买点东西吃。我。好不好？没有不是啊。前面有镇。好远。我直接去吧。还有好远。啊、还有很远呢。还有好远。还有多远？还有距离过去得有最少的10公里啊。哦，我呀不近啊。是啊，你坐前面嘛，没事的，好吧。来，坐前面。这个挺好的。坐镇上的大叔。坐镇上去吧，坐镇上去带你吃个饭。你是怎么会没坐车呢，大叔？您这个是什么情况？我坐的，我从前带的钱少了，带100多块钱，全花光了。那你没联系家里人吗？嗯，人家我出来了，也大概的联系，不联系了。出来都不联系了。出来了不联系了。啊，出来之前给他说了，或者上哪的给他说了。那家里的小孩啊，那些不是？小孩都有家了。是啊，那不会找你啊？要一直这样子走，那你吃东西吃饭呢？吃饭要的，要点饭。来，到时候我这里有巧克力，先吃一颗巧克力。一个月没冲淋，没有洗澡了。两个月没洗澡，那身上一股味道。那情况可以，我也狠。你看吃的啥？啊？现在啥饭呢？吃饭了。吃饭。哦。搞个烧鸭饭行吗？啊。烧鸭饭可以吗？我说你要饮料吗？这不是饮料吗？这是水。我们买点饮料吧。啊，拿瓶饮料过来，老板娘。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一点叫你们几个哟。吃饱了。啊。你回去吧。不要我送。啊，不用去。不用送。不是啊，我送你很快的嘛。不用送了，你们回去吧，不用送。那你这样吧，你等一下，我这里有200块钱，来，我刚好跟你换成了这个零钱，然后你自己坐个公交车过去，好不好？来总，好，你等我总，我预言车，我坐车回去。啊，坐车回去。啊，那坐车。那行。我现在就是想感谢你。啊，感谢兄弟们。啊，这200块钱。你拿着坐车，好不好？感谢兄弟，买一点东西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接着他，啊，你放心吧，兄弟，今生今世都忘不了。不用，我们就是做好事不留人，然后这是我遇到了，我肯定会帮你。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。你有困难我就帮一下，没有什么的，好不好？200块钱，等一下你坐车，然后你要吃什么东西，你就自己买一点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叔叔，你好。我是路过这边拍记录一些乡村生活的。您中午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中午可不可以在您这里吃个中午饭？在我这里吃个中午饭啊。啊，回去可以啊，回去可以，真的，这么爽快答应我了，进来，大叔真的是太好人了，哎呀，阿姨，哎，同意吗？同意啊，说的好急啊，哇，你们两夫妻真的是太好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善良的人家，养老在家吗？哎的。
那咱去都有种人哦，儿女跟你们一起住没有啊？没有，就是住外面了是吧？两个儿子出打工。哦，两个儿子打工。这样子。一个广州，一个新马。哦，一个广州，一个新华。这样子的。涂完了，涂完。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随便啦，吃饱填饱肚子都是那。可以啦，有青菜，有青菜，有肉，可以啦，是不是？还奢求啥？现在两个儿子都多大了，大叔？30岁。30岁，一个30，还有一个呢？一个三十。就隔两年是吧？嗯。那你结婚也应该挺迟的，那时候。18岁半，18岁用台。啊。38岁有个，40岁有个呢。啊，现在也好了，儿子大了，就等着他结婚，是吧？抱孙子了。今年买房子，明年都要抢老婆，老婆这个死命令。死命令是吧？对。你们慢慢吃啊，叔叔阿姨。好，我吃饱了。别怪我没有礼貌了。你能这样子接待我，我都很感激了。别说我这个不人情的。没有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办得好啊，这个年轻的时候啊。嗯。流浪都做过了，流汗。哦，年轻的时候。流浪都做过。都没做过，什么事都干过。这样子，那是艰苦的那种。哦，啊，大叔那么爽快的答应我，然后自己也是很有坚力的，哈哈。很有故事啊，过去。哦，很有故事的。嗯。好，我先过去一下先。好，感谢了啊，阿姨。啊，叔叔，谢谢你们两位的好意，感谢。高兴。哈哈哈！谢谢。我这里有。有那种缘分，大叔真的是好人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我们的饭又蹭成功了，我们去感谢一下这位善良的大叔跟阿姨。走，阿姨，叔叔，喂，叔叔阿姨，这是我老婆，叔叔阿姨好，吃个饭，阿姨。哎，刚才感谢您的关心。不用。以前我吃了饭，我拿一点点小礼物给你，你买一点东西，知不知道？不用收下。你不收下就是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，阿姨，是不是？这个有什么关系的？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在外面？我们天天就是去看能结交有缘人。大叔刚才走的时候就说了是一个缘分，是不是？我都谢谢你了，年轻人还这样拽。没关系的，一个缘分就像你说的，如果说。今天我不走这里过，我们也没有这个缘分，是吧？您不答应，我也没有这个缘分，是不是？200块钱买不到您的心意啊。这两罐，这是奇亚籽坚果藕粉，送给你们两个老人吃的。这个没有的，那么就谢谢了。不用客气，因为我们这么有缘分，就一起拍个照。好吧，像你们是一个善良的人家，然后这是我们送给你的。啊，善良的好心人啊，恩情暖人心，爱心助人，助人人啊。阿姨，我叫阿义啊，我的名字叫阿义啊。来拍个照，我们来拍个照，来。这个是用那个开水冲的，啊，我教你们冲一下。你有那个烧热水壶吗？冲，大叔，你直接倒，倒高出2公分，够了啊，这样子嚼人汤，看到吗？这样子的，冲凉个，好几天马桶够红啊，跟那个差不多，有点像啊，嚼出来就有点像马桶够。它这个是莲藕粉，谢谢啊。你不热的，差不多了。得啦，怎么样？这个老太婆。没有到过什么地方呢，这个都还没吃过。好吃的啦，好吃是吧？好吃。我没糖果的不？我没嘢的喔，我没嘢，什么都可以吃，那就好。他的父亲90岁，哇，
他的母亲85岁，好吧？我阿姨100岁，大叔也是，100岁。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93岁，哇！那你们到时候都会高寿的。来，大叔，照片出来了，谢谢阿姨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怎么样？好啊。好啦。啊，可以，可能你们也好久没有拍过照了。哎呀。是不是？梗系好久啦，咪结婚都肯定拍过咯。就是结婚的时候拍过。系啊，系嘛？差不多40多年啦。系啊，40多年。三宝金又系佢生咗大地，应该。谢谢啊，老人啊，是缘分，好吧？然后我们也差不多了，大家好，就先过去了啊。好，祝你们年老身体健康，大家好啊。好的，大哥啊，祝你工作顺利。好的，步步升高。好，再见，大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